为第一次失败了，第二次讲的是效率，所以他在这个扣的时候啊，力度稍微的比第一次要差一些。来自于北控的井号羊，井号羊呢平常并没有得到过这个他的转身收腹流过扣篮，麻杆在里面。他的起来直接是一个滑翔的劈扣，这个展现的是他对球的控制。刘拿是福建的，来走四还是四也行啊，这个效率比什么都重要，现在给评委的印象分也会比较高，你看没有，就比较高，干脆啊，对，这样就跟你这样就显得很厉害啊。哇，要不我给五十分啊，要不我给50啊，必须五十啊，我给五十分，这个加十分我觉得都该给啊，六十，哎，才九分啊，我老天哪，那他比较危险了，因为他第一轮都是完成，行，完成度还是不错的，起跳高度上第二次稍微的矮了一点啊，这个动作太难了，因为他在空中转幅度有点大。好，球啊，可以。刘天翼完成了这样一个配合，但是看着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，看着应该是完成得了啊。这球这个厉害啊！哎呦，漂亮，漂亮！这球好球，这也得给十分，这个。他第一轮得43分啊！啊，那样。来了，这是到现在还不行，再扣一个吗？再来一个，哎呦，后垫。其实创意还是不错。45分，那、加起来也不错，加起来是9。